안녕하세요, Cindy예요. 噔，看到 Tina 就知道，今天我们又要来拍随机舞蹈 PK。还没有看过上次随机舞蹈 PK 的人，请点上面的资讯栏去看哦。上次的随机舞蹈结束之后，下面有很多观众就是建议我跟 Tina 可以来一个少女时代的随机舞蹈大 PK。Tina 她就是高中之后就比较忙。所以他停留在高中之前。对，我们高中之前呢，生活几乎都是在少女时代中度过，几乎每一首我们都会就是跟着学，我们都是看着学而已，所以动作可能会有点不标准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这次呢，我就要认真要来积分赛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一人站一边，然后每一首歌的前面都会有3秒钟的 BB 声， BB 完之后就会马上开始放副歌。那如果会跳的人呢，就马上冲到中间开始跳。如果他动作几乎大部分都有出来的话呢，就可以获得1分。那如果呢，他根本就不会跳还冲出来呢，就0分。我们不要倒扣，不要那么严格。这样我应该会被扣到没有分数。胜出的人就会得到奖励，是什么奖励呢？请吃饭。等一下我们两个要去吃一个好吃的韩式烤肉，那输的人就要请赢的人吃全部的烤肉啦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好紧张哦！
跌倒。
正位重上。从好累哦，我根本就没在跳。终于有一首我会的。结果很明显吧，就是 Cindy 输了。先大家为 Tina 欢呼三秒钟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等一下 Cindy 要来请 Tina 吃好吃的烤肉了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到烤肉店见喽，拜拜。华丽变身，来到了 Giligili 的韩国餐酒馆，它是一个就是以釜山海边会去烤肉啊，或是吃野餐的那种概念。然后它的装潢就是都很少女，都有一些很可爱的韩文句子在墙壁上面。然后它有就是供应非常多的烧酒。Hello.